要去美华的房间啦。敢讲伊到即阵还袂当来？人是当来啊啦，也毋过即马哦，应该是伫卡匠的房间。日头讲哦，你搁请一个水姑娘来咧做你秘书的这个代志。这个查某实在有够超过，吃醋嘛有一个限度。我若是无骂伊，伊头脑就袂清醒。真拄啊好，爸仔囝同齐转来。我甲志忠两个人做伙去讲生意，无用到即阵啊，谁像你这好命？志忠啊，啊恁是去讲什么生意啊？你问爸爸啦，我真忝，我要休困。你唔免问我，我即马嘛真忝。你要紧要去美华的房间啦。敢讲伊到即阵还袂当来？人是当来啊啦，也毋过即马哦，应该是伫卡匠的房间。日头讲哦，你搁请一个水姑娘啊来咧做你秘书的这个代志。这个查某实在有够超过，吃醋嘛有一个限度。我若是无骂伊，伊头脑就袂清醒。已经位于防空洞，升级做 7-11 啦。即马你毋是骗人的时阵才来，即马你是逐天拢会来。我问你，你是毋是拄仔位卡匠遐转来？是啊，安怎？美华，卡匠已经有火啊，咱就应该让伊清心，爱让伊享福，无需要把公司大大细细的代志拢向伊报告，增加伊的烦恼。你即马是伫咧骂我心，我听无你的意思咧。你是安怎要这尔搞猜疑，不断这尔下？顶面因为以往的代志，卡匠已经咧责备我，是安怎你事事行行拢要伫咧卡匠面头前做报马啊，让大家歹面相看？你讲我搞猜疑，敢讲你唔敢承认你对以往有意思啊？已经发生的代志叫事实，你也免辩解。我无承认我对伊曼有意思，你爱我解释几遍，你才听有啊？翁仔某做这么侪年啊，你吞一口气，我就知影你想要啉茶。你坐遐四界看，我就知影提报纸给你。就连你亲吻一下，我就知影过去甲你抓尿。那你讲看卖，你心肝内伫咧想啥物？你对一个水查某是毋是有意思？你目睭练一下，我也毋知影是。听你安尼讲起来，你敢若捌伫咧调查局受过训练的间谍，会晓观人目色。讲头就知影尾，拄则你所讲的一切，拢是你家己认为讲是对的。其实事实并不是安尼，是我无想要拒绝你的好意。今日有错一角，才会顺你的意。你唔通叫是讲你家己真正有读心术。吴总裁，这一夫为天，你是我的一切，你的一举一动，我是看甲比啥物拢较重要。我可能常常会错意啦，也不过，我是希望你会当体会我的好意，知影我对你的关心。我安尼用心想，打拼做，想袂到，你也是对我真气嫌，搁泼我的冷水，实在是让我真伤心，嘛真清心。丽华，我唔是超工要讲你。啊！是你连我要请一个较水的秘书，这款小可代志，你也要闹到卡匠遐，我唔再受气，讲话遐尼大声。你是遐认定讲我去找卡匠，就是去投这层代志啊？你敢唔是？是唔是刘英姐讲的？人讲心歹无人知，嘴歹上厉害啦。刘英姐一直想要破坏咱的感情，你也是唔知影。这根本就是刘英姐在塞弄啊！伊想要挑拨是非啊！你家己上好较注意的啦。若要倒一天，你让这尾毒蛇咬一嘴，到时闹到要闹出人命，你都是请上好医生来，我看嘛无法度医啊。是我一时无注意，去踏入伊的陷阱，这拢爱怪我想过大意，饲一尾毒蛇在身躯边，完全拢无提防。要唔我看你连这点你都看袂出来。我真正唔知影，你拄则到底是心虚，
还是真是老糊涂啊！心虚，我是安怎要心虚啊？你若不是心虚，你哪去相信杨英姐后壁讲的话啊？我去找卡匠，是为着分家姨的代志，为着要保住咱杨家的孙。我唔才去找卡匠，看参详看要安怎做才好。我才不是讲你的英阿话嘞！啊，这件代志敢不是已经解决好啊？算是解决啦，也毋过分家姨，伊巴肚内的囡仔原来也未提掉啊，所以我唔才要想办法阻止啊。那恁志忠的意思？志忠甲彭阿姨同款啦，因拢认为囡仔无应该留落来。我认为讲，咱也是爱尊重志忠的意思，因为查甫人的想法，甲恁查甫人完全拢无同款。讲你是妇人之仁，可能有淡薄仔伤人。也毋过，若是留一个尾，将来就真有可能会变作是一个大麻烦。也毋过，卡匠伊算出来，志忠伊命中只有一个囡仔，所以拄则卡匠伊阁特别交代我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甲彭家伊巴肚内这个囡仔留掉的。既然卡匠已经做决定啊，安尼我嘛无意见，你全权处理就好。即摆伊知影错怪好人啊吼。丽华，我知影。拢是我较唔对啦，你较唔对，你唔对的代志多啊啦，也毋过我敢有甲你计较过？人安尼对你，你煞安尼连这款小可代志都摕来责备我，摕来架死我。好啦，拄则吼，拢是我想过冲动啦，你莫甲我生气，你原谅我好无？你叫我安怎原谅你啊？我就特别做阿公啊，我敢甲你保证啦。以后我袂阁乱来啊啦，吼！真实嘞？当然嘛是真实嘞，我一定爱留一挂精神，还阁有体力哦，来照顾我未来的孙啊！嘴讲是真简单，爱做会到才准守。好啦，我爱添一杯茶给你啉。你是不是听到拄只我咧吞嘴烂，所以你就知影我嘴干？拜托的啊，现在已经几点了啊？我已经睡一次起来呢。我在睡之前就看你在喝啊，睡起来你又在喝，敢说你要喝到你自己醉倒你才甘愿上？这酒还阁无够，予我啉到醉倒倒。文婷啊，是安怎你安尼讲袂听啊？烧酒一罐接一罐，安尼敢对？惯习性自然，自然就惯习啊。我甲秋莲讲的话，你无一句是听得入去的啦。你若是甘愿就安尼转去下港，那哩我无话讲啦。啊，毋过是你家己讲的呢。你讲这个中文输入法的专利，若是会当生产出来，那安这价值是上亿的呢。这个输入法。是不是有就业的价值，应该无关系啊。文婷啊，你是无听到老大人咧讲许啦？贵人甲机会，无一定会顺顺利利会出现伫你的面头前的。有时阵，伊阁用其他的方式来折磨你，来考验你。这个中文输入法，可能是你这世人上好的机会啊！你袂用轻轻彩彩就安尼放弃啊！你应该好好把握，好好争取才对啊！